有一点点那种丝光的那种光感，然后有一点点微反光亮面，然后它一样是做这种可以直接遮阳的袖子，有一点点前短后长，然后后面可以遮屁股。这个当然你要用绑的啊，要斜肩，要正常穿，穿短裤啊，穿不好啊都可以。分开来穿也是赏心悦目，自带腰身，然后呢肩带这些都是舒服的，然后弹性非常好。它的黄色呢一样是这种浅浅，然后配了一点比较深一点点的小黄色，然后再来就是侧边这里是帮大家做一个很高的包覆性，领口部分也没有做得太低哦，所以这件我觉得要单穿的话也很 OK。 夹口这边空间感也都是很大，有点小微落肩的感觉哦。然后白色也确实是最好搭配衣服裤子啊或是上下身的一个颜色，然后它就是透视透视的感觉，沙沙的感觉，然后呢绵密的感觉，完全就是超级大亲肤。里面的弹力背心 SML XL 都可以超级轻松驾驭，所以呢不论是里里外外你看到只要你喜欢你一定可以穿。